三万，哎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花花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找的挺辛苦的。我刚刚下去，然后去你家里面，然后爷爷奶奶说你上去了，然后我上来找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？对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看一下我们养的蜜蜂。蜜蜂是吧？对。今天怎么有谁上来呀、啊？我在找你。这都是你们的吗？对，这些是我们的。花花，你走远点。哎，好。它里面有蜂蜜吗？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你上哪里啊？我今天给别人当小工。哦。一天80块钱。有钱啊？一天80块钱？对。太阳那么大，咋不去了吧？没事，我本身就黑，而且农村也不晒太阳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算了，那么大太阳，你看。没关系，怎么？把你晒黑了，一会儿。没事，我太白了，黑一点没关系。那走吧，我们一起。你弄脏了，你脸怎么弄脏了？不是，我干活的，我在干活。你看你手，我脸都弄脏了。你不能摸我，我怕你沾了我的手。没事，我帮你擦一下嘛。没事，你坐着好不好？哦，我有点心疼。没事，我帮你擦一下，你看。他差我钱，他父母差我钱呗。没事，小哥哥，这样，我去问一下他产多少钱，好不好？三万，什么情况？就是，之前还过他的，因为，原来我跟你说过那个事情，然后，不是差他。就是以前你爸爸妈妈做生意，然后借的钱是不是？对，然后，总共是3万，还了1万，我只能一点点的还给他。然后他就要我一下子离开，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他舍不得我。哎，小哥哥，嗯，那个，要不这么的吧，我现在手里面也没有多少钱，就先还你1000块钱，行不行？1000？你打发叫花子拿。来，你过来。那你还1000是不可能的。小哥哥，家里面的话只有2个老人，就是说你现在把他逼死，他也拿不出来钱了。对吧？慢慢的还嘛，一点一点的还，你放心，肯定会还的。三号不是那种人，他手里面有钱的话肯定会还。行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那美女的面子在咱得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钱是不可能送给他的，他必须还。必须要还。今天先让他先把这个一点一点的还。来，可以。你数一下我手里面现在1000，哎。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不能用你的钱来给。你先，不行，喂，四哥，我别叫，不是看在这美女的身上问上，我都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就解决了。我说了，我一定慢慢还，你一点一点的还嘛。你先把没事花的钱还给他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说话，这个事情你做不了主的。你不能要这女孩子的钱呀、啊！你欠没关系，三万没关系，我慢慢还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不是花花，你听花花的行吗？听花花的好不好？哎，美女，对的，可以了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。下次我再。好。那你慢点。好。花花每一次
我遇到事情你都出现，然后替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，我就特别内疚，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。你内疚什么呢？不内疚了，不要想那个事情，我们走回去吧。